呢？你给他往里拽走，我都怕他刚一下磕那电视柜上。你干啥呢？你哎呦妈！哎呦我的天！我寻思怎么了呢？尿你身上，我寻思再尿不湿呢。坐这儿。行，哎呀好，那你站着来。我看看，宝贝。你说腿眼这么有劲呢？嗯呢。自己能站着？你这他怎么不叫爸爸妈妈呀？他这个年龄不叫爸爸妈妈正常吗？那啥不正常呢？我小孩不会爬呢，我现在还没耽误会爬呀。那不是担心他的、生长发育吗？太早。等他10岁时候不会说话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屁，那1岁不会说话都有问题了，应该是吧？是我儿子，来来，他怎么老急眼呢？你一会儿非得给人整急眼了。你就不愿意喊呢，是不是？嗯。你说他早上起来他喊什么呀？嗷嗷唱歌。不知道，嗷嗷的。啊。儿子。啊啊。小石榴，小石榴，啊。昨天跟舅舅视频，呀，他还小呢，是吗？啊，昨天他老舅放学回来，完了要那个看他，完了那个昨天你出去了呢，完了俺们那啥，完我一教他，他给他老舅啊一下子，哎呀！今天早上自己扶着他就往下拽，但是没站起来，也身子探老高了。哎呀妈，这不会拽拽就愿意就要蹦吧？就那种你架我，我起来哐哐蹦，累死人了。儿子，你都说这沙发能不乱套，就搁这拽。对了，爸爸那啥，把这个沙发手撑一下。哎，昨天妈几点回来的？几点来的？是睡着了都。没喝多呀？你开门的时候。啊没有，我都忘了我咋开门的，迷糊的起来，我当时还这样了，我听他说两句啥，我没听懂，没听懂，忘了，主要是我忘了说啥。哟，这我还不能撤呢。啥呀？你这个先别拿走了，我怕给他那啥了，给他一下子磕住。你把沙发抻抻，得使劲往里掖。哎妈，忽悠悠的。啊！忽悠悠的呗，喝就喝呗。该。什么玩意儿该？昨天晚上在家搁外待多钱儿？要早点进屋还能多睡一会儿。搁外面待干啥呀？这样打电话也不接，敲门也不开。给谁打电话？给你打电话呗。你昨晚给我打那些电话干啥呀？我打2来个呢。这打2来个，那你这不我让你开门？让我开门啊？那边打的啊？那我忘我静音了。还给我打5个，静音了，都静音了，我都打了。昨天就赶昨天都静音了，待会儿这家赶的也巧。哎呦，睡觉了，孩子没招啊。这家伙他妈的，这干啥呢？我这不冻死我外头。不是，那后来不也我给你开门吗？你开门那都啥钱？你我电话打2来个，我都不知道我咋开门。然后我要喝死外头都没人管。那你搁外面你也敲半天呢？我敲老钱了，老大声了，这家伙。老钱了。静音了，那。静音电话听不着，我敲门拉动你还听不着啊？哎呀妈，那我真不知道，我就听外面哗啦哗啦响，那什么玩意儿？那什么玩意儿？养这玩意儿什么用？你说，你说人那谁，你大姨，人家多爱喝酒去，你说人那儿媳妇，人家多爱知道喝酒去，你开车就去接去。那人有车真好啊！我这玩意儿可倒好，这家伙敲门都不开。太得我大姨给人孩子买个车，你看人孩子吃完酒就接你，是吧？那人那妈真行，你这不说人那儿子媳妇行吗？嗯，人那妈行。上哪车？上哪车？我说我这玩意儿啊，能喝死外头，我看呐，没人管，死外头没人管，这是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这，外面也不冷，现在你就搁楼道睡，它也不冷，冷到哪去？那我还能蹲那嘎睡呀？那楼道那溜光啥没有？躺那呗，有纸盒子。外面那么多纸盒子。一说就带那他妈的不孝子的样儿，那咋不孝子？我要我搁哪够啥呢？我搁哪住都一样。
你怎么上楼道睡去？我就不挑地方。哎呀妈，敲多钱？白邻居都挑，都敲不出来。那没上他家住呢？说他妈的说的，谁开门你就去。哎呀，这咋要？我寻思那个今天人家还有份婚礼。哇，你还有婚礼？喝嘛迷瞪的，你说这找你大哥也找不着，也不接电话，一个半夜的。人有份婚礼，今天结婚我都没去上。人那什么，结婚人准备俺们这一帮人，到时候给人祝祝兴啊，跳舞的。哎呦我的妈，你可别去了。还没回去。到人家那嘎宣誓了，别让不够。妈的，跳舞炫什么誓？你到家跳两下，给人红毯给你挠两半儿了，可能还。挠两半儿了你。到喜事日，到时候那啥了，预计都不好了。人家都定好的了，说今天结婚，你说这人回去不赶趟了？你大哥也不知道他妈别回了，回啥？上次农村那是谁了？在农村。那你们也跳舞跳舞的，人家上面好不容易铺红毯，呱一下给你撕点瓣儿的，你第二年就离了。你说你去你上，他俩呗结完婚，你上去离家给挠两瓣儿跳舞跳舞，鸡泡狗跳，给人家红毯给挠两瓣儿的，完了就离婚了啊？那是挠两瓣儿。年前结婚，过年人就离了。啊，就你那同学他两口子？不是那个，还有一个，转过年离了。就像你要是跟那啥，你这都当他都那啥，那是该着离，都丧气都。上下该着理，你搁那玩意儿搁那家子这样，那脚这样左下右下左下，你能经着你们体重跑吗？搁那块儿？可不在那的，他那这是该着理。该着。那你们去跳舞给钱呢？还是给、啊、不给钱？就是那个不给人助助兴嘛，这就结婚这高兴的事儿嘛。啊。俺们上台上跳跳舞，人、嗯、都定好的了。你这昨天完了，我就跟那个俺们挺好的，人家的叫姨，完说喝酒，俺俩出去喝酒，这家喝迷瞪的。行了，那就别回家了，这离得近呢，搁你跟前儿啊，就上这来的，妈还不如回家。他们是高兴的，上谁那跳谁闹心，是吧？闹什么心呢？给人家结婚那家都乐坏了，热闹啊，有点像俺们那边这一结婚就吹喇叭的。嗯，对。嗯，那养这帮不就都跳舞，会跳舞吗？完都挺好的，完说咱聚一起，人家说媳妇儿不高兴的事儿嘛，完说咱们几个给跳那个什么舞。哎，新排的可好了，哑巴新娘啊，不是还老哑巴新娘呢？哑巴新娘那适合结婚跳舞吗？咋不适合呢？那哑巴新娘那多悲呀！他悲啥呀？那还能用人，还他妈用人跳舞吗？那不祝福祝福吗？祝福那玩意儿说的，到时候新郎家说了算吗？还不如我那两下子。嗯，那一般人都不理你。那人结婚你不得选舞，不得选那个，就是那个。那叫什么来？好运来。对，就像我过年是跳那恭喜发财，那不过年的吗？是吧？啊。对，结婚那就像你说的好运来，多好啊！听着人那老婆婆老公公啥的，听着太高兴了。谁知道了？我搁外面听，我这耳朵都刺挠，还别说在当现场听了。你成天的不是这刺挠就那刺挠。嗯，听不了你那玩意儿。干啥呀？扔那边儿。对，揍他。脑子，看他生气就脑子，给打哭了。哎呀，一百岁，看长大不收拾你，收拾你，还妈老打人。我他妈这一小前对你那么好，你妈现在还对我这样。哎呀妈，你去那啥了吗？啊、你去那个取钱了吗？不是要给那个籽肥钱吗？啊，对了，我要种地呢，我都忘跟你说了。这马上就种地了，籽肥啥的要到了。我爸说他定完了，然后那啥，他说不种了，让我给钱去。你们今天不种了吗？那咋不种呢？那他不搁家我也得种啊。你搁啥种啊？那我都没有那来钱道，我干啥不种啊？你没有来钱道？嗯。你还没有来钱道？我干哪来钱呢？你这马上占地了，占好几百万，你还没有来钱道？那不没到，没那不没给钱呢吗？哎呀，钱就已经是你了，就看你啥时候去取的事儿了。啥时候请你？那人国家说的，你人家画完了，定完局了就给钱呐。你不说的吗？你说定完局就给不是？那人总给是总给，你不能说就是定完局了就给呀。我得种地，你不种地你使啥呀？你住那个山高住农村，那你种你拿钱吗？你拿钱把籽儿肥钱给了啊？籽儿肥钱给了啊？人都明天要送来了。那你们就先给店里，那你爸咋说的？他就说他不种了，他种不了了，回不来。他说他不种，那我种，那你。那你就你把那大时候那个籽儿肥先给浇了呗。我先浇了，我那能行钱呢？我要种我就浇，我要不种我浇那玩意儿。那你妈呀，那大时候就给你了，还像去年似的呗。嗯、你这当先给垫上了，完到时候卖
卖粮食吧，再给你。我干啥事？你粮食是去年卖的没给我呀？你啥时候给我了？你爸没给你啊？啥时候给我了？我也不把钱你跟我说了。爸没给我，那卖粮钱不都给你是吧？到时候我种，完了你跟你大哥回去帮种种。帮种种。啊，你种完籽肥钱我出，到时候那个干活我大哥俺俩干。完最后，完最后卖粮落你兜里。不是，那你大儿子你不帮干，那谁帮干呢？你咋这么接？说那玩意儿说。你咋这么接？你跟你妈俩老他妈分钱儿钱儿的，他妈的赚钱眼儿的。这玩意儿，亲兄弟都得明算账。那你爸不回来不种，那就我种。完了，我自个种不了啊，就得你大哥你俩去种去。嗯。那扎籽的扎籽，挖要那什么压滚子的压滚子。我咋那么闲呢？我一天弄些闲工夫呢。那你待干啥呀？我跑那压滚子去了。那你天天回家你我给你做饭吃，做这吃做那吃，你这不说你看我长相又滚子，我不行给我扔地上踹两脚。那都挺大老爷们儿，他妈一米八来个，还他妈种地不能种。嗯，种地我也不给你种呢，我要种我就自己整。今天我跟你说，我就说我要种的话，就咱家这些人地都在一起呢，到时候我就全种。完了籽肥啥的，要不这么的，也啥也不用你管，啥也不用你管。要不这么的，家一躺就行。我就雇你，你大哥能去不？我大哥他干不了。咋的？你都不会干啊？他能干啥呀？他傻了汗出的，那他妈天天就他妈躺着。人家没干过农活啊。这家伙他妈幸福人儿，你还他妈没干过农活儿。要不这么的，我那个就雇就进雇的，别白干，你就省你包虚。我看我搁楼上看孩子，完杀了你俩回去干，到时候我给你俩工钱，给你俩工资。工资一天多少钱呗？啥意思？这籽肥钱你出，完到时候地你全你种。是吧？完到时候你雇我俩，咱给你干活。对，雇你俩，给那个种地，完我看孩子，完我一天给你俩多少钱呗？咋还能看孩子呢？还是厉害呀！嗯，哎呀，给俺俩多少钱呢？我听个数，给我举个数出来。那什么，就是你说我要不种，我是怎么想的？你说怎么整的？老说籽儿肥，你说他妈手没钱。你天天没钱。嗯，要不就都包给你嘛，得了。啊、嗯，包给你得了。全包给你得了，省得你这事那事儿又白干了。你干啥包给我呀？那地都我俺们自己。不是你就是，那你看就像咱们就像俺们包别人地似的呗，就一个人两千块钱。那你这么说，你咋没给我租过钱呢？就一个人地两千块钱，咱家多少人？他没有地是不？嗯。你，我，你爸。一人两千块钱。你奶还有你大哥的地，五个人吧？五个人。一个人两千，完了你就给我一万块钱。那怎么的？那他就包给你了呗。完我就完你卖籽啥，不是就卖粮啥，我就不管了，都给你。他几个都给你一个姓啊？谁几个跟我？那怎么都你说了算呢？你种我地时候，你啥时候给我钱过？完了这会儿我过来要种地了，完之后你管我要钱？不是，那你那一大帮人钱，还都给你那？那你不吃啊？我吃啥呀？你不吃米呀？那到时候我种你不吃啊？我买米吃。那我也买米吃以后。我你就给我一万块钱，我就领去了呗。完了就到时候，最后人那个卖粮食那一炮钱都给你。我给我一万，完了到时候那包地呢？咱家还包外人地呢，还包外场地，你咱家不少地呢。我一共就给一万块钱就行呗，是不？不光家里头这些地，所有地不是，就咱家这五个人，一个人两千，完外场的地吧，我也不要两千了，就一千，完了外场多少地来的？得问问你爸，分个不少。嗯，反正总共划，你就给我三万块钱就得了。给三万块钱？嗯，我种这些地，我能挣个三万块钱呢？我还用给你三万块钱？哎呀妈呀，咋挣不来呢？你挺尖的，你往家一摆呗，啥也不干，还一摆就是啥，完就直接就是干情。人包那个地，你可行了。人外场包个地，人咱俩地都老好老大凉的。哎妈，可拉倒，咱别唠那事儿，唠不了。感觉能整你就整，整不了我就伺候你，也不用掺和那事儿。哎妈，那不掺和那我花啥呀？